2019年香港书展，7月17日至23日，以血时报书展展位湾仔会展开一 B A32， 黄仁达新作方舟船长选举，黄仁达第一本政治小说香港本土末世预言，送给方舟上迷失于选举游戏的动物们。中二少女山海经，每个少女都身怀异能，每场恋爱都奇异甜蜜，青春至怪，求恋拯救世界。萧杰新作《香港本土运动史》，记录过去十年本土运动的跌宕起伏，温故知新，让我们更容易看清未来的道路。阿 A、Eric 联手创作《香港爱情》，噼啪乐坛主持阿 A 谱写歌曲 ，TCO 主持 Eric 亲笔插画，向滋润香港文化的爱情经典致敬，给你重新爱上香港的理由。马飞新作《解铃人》，见鬼，是巧合还是命数？从抗拒到接受，化怨念为善缘，邀请大家一同见证引人入胜的解铃之路。夏制新作《百鬼夜吟生》，百鬼夜吟系列最新作品，与你游历穿梭人间鬼界。郑松泰近文之《香港制度腐败研究》，为你剖析在宪政缺陷之下，香港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如何走向腐败。7月17至23日，湾仔会展开一 B A32， 到时见。